叔爷，村的代志吼，拢交你啊啦，我要入来看我的礼物啦。哦，这包太正重咧，哦，内底是底啥？啊！这个就是礼物。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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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土匪都全知影，要解找着唔罢休，就要来报仇。把贪心不怀好意，借力使力，想要通这代志，到真正这顺势，怎么是怎样来好比？红牛龟，那要大家做点心啦！好好好，红牛龟，红牛龟，我们讲，我们讲，我们讲，嘿嘿嘿嘿嘿。这大富呆，咱讲到这，点面去就开啦，嘿。啊，拄只吼，提咧功夫都无看你这么有活力。哦，也操得了一段的时间，大家小坐休困一下吧。大家要吃面条啦，红菇粿，红菇粿，好好吃啊！嘿，我要吃红菇粿，嘿，吃红菇粿，我嘛要吃红菇粿，红菇粿，好吃，好吃。啊，小玲啊，哦，当你知影讲吼，道安伊就上介意吃这个红菇粿，啊，你就穿红菇粿。啊，我介意吃西瓜，你想要穿西瓜，好吃哈。天天吃这物件啦，哎，我天天吃安菇粿，吃安菇粿。哦，小弟，真多谢你替大家准备点心嘛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我是庄长的查某囝，嘛应该。爱有对大家尽一份的心力啊！小玲，
是真正儿童或亲生秀妹一般。真，但真正敢是秀妹吗？不、哦。